过敏竟危及生命，张启慧两度面临生死关头，气上不来，然后感觉有人掐住我的脖子，有点就是快看不到，然后立马被送去急诊，抽出来这种鼻血块这么长一条，我又自己坐救护车到医院，一万根针一直插，一直插，一直插。类黄酮素它可以说是我们天然的抗组织胺，含量最高的那它可以抑制那些肿胀啊、瘙痒。打到隔壁条街都听得到我们家在打喷嚏。